pursuing directions. Keep walking down the road, whichever way you want accepted. Don't ever think to look back, look forward, don't regret shit. I'm only here to open ears and spread the message. Hello， 是我包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运动的影片。其实有很多粉丝朋友都有问我说，包包平常是怎么样维持身体的？这光太亮了。运动这件事情带入你的生活，这个东西是最难开始的。因为当如果你有习惯运动，再来慢慢的去精进自己运动的能力跟项目，相较一开始就问可以怎么练什么动作啊，练什么肌肉啊，可以帮助自己怎么样还来得有效。最重要的是怎么开始让运动进入你的生活。其实我花了大概30分钟的时间伸展开来，让自己的关节啊、经络可以避免运动伤害这件事情，让自己的关节开始苏醒。它是一个避免自己运动伤害首要的关键。今天的运动过程、整个流程跟我做了什么样的运动，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那当然不见得适合每个人，或者是说我会跟你讲你可以练什么动作，不会很自私的跟你说运动的菜单，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跟强度。是不是吓到整个相机过热，所以它直接卡掉了？然后现在为什么拿雨伞？其实我是要拿出来帮相机遮阳光。话不多说，就赶快让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做的运动到底有哪些。我发现啊，有一个很幽默的事情，就是我为了拍片，刚刚有一些状况是相机过热，然后有一次是记忆体满的，所以今天的运动量比平常多上好几倍，好累哦，喝个水休息一下。而且我刚中途还去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早餐店的奶茶，就是一定要排通一下。给大家一个小撇步，在运动前可以喝个黑咖啡。咖啡因本身有一些功效，如果你是要减脂、降低脂肪量或者是降低体重的朋友，如果你的运动强度有到达一定的程度，其实蛮推荐运动前喝个无糖无奶的咖啡，但是也不要太长，因为毕竟喝咖啡其实会让骨质流失的比较快。如果有兴趣想要尝试的，可以试试看，自己去尝试过才是最准的。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适时的补充水分。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看到我在运动，有一些动作我不是这么单一性，例如伏地挺身、徒手肌力训练的东西，有一些在完成动作组合的时候，它其实运用到的肌肉是比平常做的单一项目来的更多，但是不见得适用每个人。那这个东西相对的，你要燃烧脂肪或者是帮助你的身体代谢热量比较有效率，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我觉得蛮有趣的。为什么我喜欢运动的原因，除了可以保持身材、保持健康之外，释压工作压力啊，或者是人生压力比较大的，可以运用运动来帮助你减缓一些事情。好，继续咯。
今天分享的动作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就是有加重量的，比较偏向于重量训练，然后再来就是垫上核心徒手肌力训练相关的动作，也有跳绳比较偏向有氧的。那其实我每次运动都会帮自己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今天最主要的分享不是在跟大家说如果这样做一定会变瘦，或者是你的身材一定会变得多好，这些东西是可以当成参考的动作项目，那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姿势标准固然重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也很重要。对我来说，观念认知比起怎么样做训练会得到什么东西还来得更重要。我的影片不像是在分享说做什么动作或怎么样会变瘦，那要做几组做几下，那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适合的都不一样，那要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每个人的身体构造跟习惯去做搭配、去做协调，观念胜过于一切。那也是借由这次机会可以跟大家教学相长，然后互相交流，才会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进步。所以大家底下也可以分享你的健身日记，当成一个交流版面。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大家下次见，拜拜。